你好，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可以，你好。你喜欢看电影吗？我喜欢看电影。中国电影呢？中国电影更喜欢看。可以说几个名字或者影星的名字吗？比如 Jack Chan 演的上海弄，还有这个藏龙卧虎，章子怡的。好，如果将来我们把电影通过手机来播放，你会不会接受？我能够接受，因为这样很方便，在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用手机随时观看。可能要收一点费。收费是应该的。好，今天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我今天是送学生来参加汉语桥比赛。哦，您来加拿大多久了？我来加拿大快20年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非常好。谢谢。